来到嘉欣和小猴子的 vlog。因为这件事我就知道你会，应该会做这种东西。比如说有大活，那我得擦一擦。对，肯定是用心做的，什么东西都擦。然后瞬间有惊喜，然后后来就是开头了，就一开始有一点就是那个养小黑鸭的照片。我当时我都。我媳妇先长这样了，一瞬间好像在后悔。然后也是这样的，这样，我那个照片都找不着了。然后后来就是，不就是一直一点一点从咱认识，然后给我发的就是信息了，那个记在本上。从这开始，反正就是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感觉心有点沉。然后再往后看，当我看到一个就是咱俩发的聊天截图，写一下咱俩那个就是短信记录的时候，我就可心疼了，就是越心疼。然后到中间也很难受，我就觉得就是前段时间挺难的，就是很难受，很心疼，真的。我看前三遍的时候，我都是把前半基本上略过了。昨天都在一起，打开你看。对，我这后半部分我看了好多遍，好多遍，好多遍。然后从后边开始。对，就是一开始，等到后来的时候，我把前面都补上，每一个都非常仔细看。其实我中间有两遍是不干完的，又好，又难受，不难受，能想那种感觉不行。我加了好多表情包。就是你发现吗？是我就为了把视频做得很欢快、很搞笑的那种，我就不想，因为嘉欣一开始我跟嘉欣在一说等着哭，我说不是特别感动的，我说就是还挺搞笑的，就因为也不是什么伤心事，我是这么说的。是，那是大家的视角是这样的，大家可能看到的可能越觉得越轻松的讲出来，大家可能就越觉得，如果说我特别故意煽情的话，但永远我的角度是跟大家角度不一样。然后呢？我的角度就是咱俩在一起是很开心，是很开心。一开始头两遍我是不想去接受的，又害怕，我看着我难受，真的难受。然后后来得接受，我得仔细的回想我媳妇给我做了什么。然后我就看着手抄日记，手抄聊天记录，然后看过了。高铁旅行之后，就前半部分再去好好看了，再看后边的时候，就觉得就更感动，就更好，就更得去珍惜。所以我就看完了前半部分，再一回来就看好一点，去回忆咱俩应该是去哪一个地方，有一些小事儿，自己回想，就是很有画面感的那些。我觉得讲的特别好，特别好。现在时不时的看一看，一天看一遍。我觉得媳妇特别厉害，你干就完事儿。你听我唱歌的吗？听，第一遍就听着了吗？还是没有人能听见，就刘冠奇听见了。我听出来了。本来想有何不可唱一段，表演的你唱一段，有光的地方唱一段，后来我发现我唱太难听了，我唱的太难听了，我还是中间那段我唱《妹妹是女孩》唱。比较正常，要不然太突兀了，显得那啥。完了，我就把这段歌来回来回，就是因为你这段可能把这段分割，把中间那段我唱的，把它音量设置成最小，然后把我唱那段音量设置成最大，完了又改改。用手机，全都用手机操作的。就手机改，全手机。哎呀妈！我也觉得我太厉害了。就是。哎，真的。没有人骂我，没有一个人骂我。啊，都肯定都是。我太惊喜了，没有一个人骂我，全面就是有可能也有夸你的，但是也好多都在骂你。没有一个人说我长得那肯定丑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视频看我第一遍的时候，没有人，我就会知道，肯定有人骂我，就肯定的。那还好，没有。就是我爸
大学，江苏大学那个时候给你发的那些话，嗯、我现在看都觉得真渣。为啥那个人渣？太渣了，为什么不明白？那时候就是就那样，就想跟我说，啊，不想了。啊，对。就那样那时候，但那时候不觉得自己很渣，那时候就是。把你当小妹妹，然后、啊、对，然后又不想负责任，没那么夸张、嗯，就是有时候聊聊天挺好，然后还有人喜欢我的感觉，然后把你当小妹妹，真的就当时就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想也不错，哈哈哈，突然结束，下期再见哦，比心心。